又来吃大骨髓了。哎呀，这几个好大呀，姐妹们。一口一个，像豆腐脑一样。牛骨髓来了。哎呦我去啊，这一坨哎呀，这新切回来的骨髓是香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没咋热透，里边是凉的。哪儿了？不能吃啊，吃吧，熟的。原汁原味牛骨髓，看，嗯，真香。宝宝们，今天吃一个上头神器啊，牛骨髓。我把这些吃完了，你们要给我点个赞啊。嗯，好香啊。啊，QQ弹弹。
嗯，太鲜了。嗯，真材实料。快出来！嗯，太香了，真的上头啊！吃两个就上头了，哇，太香了！那、脆乎弹弹的咖啡油，真的上头了。嗯，在喝油的感觉。呀，这个好像没有。啊，这个是骨头。嗯，好香好香。宝宝们吃这么大油的食物啊，一定要安排两颗酵素果冻啊。嗯，来一颗小苹果解解腻。真的要吃米油了。拜拜。上头神器。牛骨髓，开走。嗯，入味了。
猪肉。